海洋垃圾面积约占了400多个台湾哦，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。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首度来到新竹，第一站竹联国小，可以让孩子知道环保，它现在不只是一个口号，更是一种平常可以常见的生活的形态。40尺货柜呈现两大主题：低碳生活与资源回收。用互动式教具示范爱地球的实际行动，有趣又好玩。非常的活泼，那会让小孩子那种寓教于乐一样，所以在无形中都学到一些环保的知识。有没有看他们的落差这么大？所以如果你水量比较多的话，你的水量就会降比较多。学生担任导览小志工，学到减碳，从少吃肉开始，带动家人一起素素看。一个礼拜我至少会有2次的晚餐是吃素食，对，然后我家人就跟着我一样。然后出门的时候会尽量带自己的环保碗、环保杯、环保筷。你们今天有没有带环保碗？教育车巡回各地播下环保种子，从学校和孩子开始，串联家人、社区，共同为地球永续努力。大爱新闻张泰麟、景元吉新竹报道。